对，聪明哦。用下来主要上力的旋转，少上不太出去，力量过大，才能只有勾小转。侧动啊，要继续吧。哦，那说什么？我说我昨天那个好像没有碰到，对，因为他的手。对啊。
因为我是看那个球轨道从后来凹这么多，我还是摸到球拍啊。哦，什么可以？哎呦，这个射球球拍，这蔡佩也很厉害。嗯，看他打球就是会折磨人家。嗯。他应该怎么讲？要么就做小球，要么就切身防守球。可是他那个真的不能切啊。切这么低，你因为你切太高，你就只有挨揍了。有了，他没有到，但是也没这么低了。对，没有到浮起来那种。哎，对，他那个就是你这种平稳就过去的，因为下去的就是逆转，对，只是太危险了。我把它切得太低。自己打出的。嗯。Lucky ball. 好球！我感觉他有一点，你们有侧去吗？就是你们在场下，我看你们一起。嗯。哎！哎！哎！哇！哇！
办法上去。哦，因为他最大根太深，打不能转，因为每颗都没机会了，只能去旁边捡球，这个就短了，这个就短了。